我们去外科，我们去外科玩，行的。Let's go。走到楼下车。下车喽 ，Come on。来慢点啊。到万科城了，哇，粉色的沙子是吗？亮晶晶的沙子。快点！哎呀，这里还放了一架好可爱的E3版，我们看一下。这E3版蛮可爱的哦，我们看。快，去大娃娃那里，你看，哇，这两个大娃娃。看你去哪里了。进来了。这也有粉色的。玩累了还能去喝一杯水，下去喝杯水先，口渴了。走去喝水啦。来，我的罗汉果水，哎呀，不是。麦克姐。喝完水，我们又出来玩喽。你看这个憋气了，快去看房喽。108平。哎呦，还有电视看，哇，这个宽，这个够宽的。看一下房间哦，哇，这个有小熊。快点看，看这有熊，这个熊好可爱哦，嘿嘿。走，继续那边去看另一个房间。哦呦，这个主卧，我帮他化妆。这个主卧还是可以的哦。我们再去另一间看看。哇，装饰的真好啊，羡慕啊，哇塞。看一下这个厕所，哇，这个厕所，哎呀，太漂亮了。我的是哪个？你的是这个，来，我给你安排房间，安排这个。那我给你安排一个大的，你这个。哎，哇，这里的房间好漂亮啊！什么时候才能买得起一套呢？哎，要努力。哇，这卧室，哇，这里还有一个可以过去的，哇，还有一个大阳台，坐在这里享受一下。哎呀，坐在这里享受一下美好时光。看看。耶嘿。继续来这里边欣赏一下，快点。还可以，我走，我们坐在沙发这里，坐在沙发这里看电视啊，坐在沙发看电视。哎呀，这里的房子真不错啊，看了非常有那种购买的欲望。但是，哎，你们懂了，所以说要努力，努力赚钱，年轻人努力赚钱，钱是真的好啊。这里这个造型弄得不错哦，回家喽，回去喽。